好久不见啦、啊！好久不见。对呀、啊，最近好吗？最近还可以。我知道你最近出了一张 CD， 对，在泰国出的一张 CD。是的。对，这张 CD 你先介绍一下啊！先介绍一下之前呢，我要介绍，他是泰国的邓丽君·兰格拉姆。对，大家好。对，这张 CD 是怎么会出来？为什么会突然间在泰国，好像现在在泰国以外的地方还没有得卖？对。首先现在这是我可以说是在泰国第一张出的专辑，然后里面有12首歌，最特别的就是有中泰的混合的一首歌，就是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对，会有泰国的一个乐器配在一起，对，所以比较特别。那为什么不唱泰国歌呢？全部都是也是邓丽君的歌。对，我想做除了pop style 的歌，可能做比较 jazz 的 chill out jazz 的风格。这个是你所有这张 CD 的，就是创作啊、选歌啊、设计啊，都是你一手包办。是的，这个专辑叫人生如初见，就是 first moment， 就是可以说在专辑里面都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对，那 说起来我就想我想很多人过去这么多年，从我第一次认识你，大家都对这个女孩子很有好奇心，就为什么一个家里一个字的华语，就是普通话，一个字都不懂，为什么这个小妹妹会迷上邓丽君？到底是不是好像江湖传闻她是邓丽君的转世？这个就今天我就跟大家探讨一下 ，OK。兰格拉姆怎么会认识邓丽君，或是怎么会让你投入邓丽君这个角色里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是我觉得很有缘分。因为从我爸爸妈妈去香港买回来的 CD 以后，我就听到了，就是爱上了。那个是7岁的时候？7岁的时候。但是听我听说，我不知道听你说的还是听钟老师说，那个时候妈妈买回来的 CD 还不是邓丽君唱的。对，不是邓丽君唱的，还是盗版。对，是别人翻唱的。对，就好像我们旋律是，我们讲的是口水歌。哦。广东话说是口水歌，然后但是你我听他们讲，你听了好像多少次你就会把所有的歌都可以唱出来。对，可能小时候记忆力比较好。但是也不可能你们家里没有人会讲国语啊，你为什么会可以？当然我知道你是不是唱得很标准啊，只是小时候嘛，所以都是不是。后来为什么又会变成去找邓丽君？你听说你也是，都是听说了，都是妈妈，这个不是邓丽君了，是吧？你是这样讲吗？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是《甜蜜蜜》这一首歌，然后我知道不是邓丽君唱的，但是我也不认识邓丽君哦。但是怎么说？我不是说不是邓丽君唱的，我后来才知道哦，这是邓丽君的歌，但这个专辑不是邓丽君唱的。但是我就感觉非常的有亲切感，就是听了就喜欢上了，没有其他的。对。然后后来我就说我很喜欢这个风格。后来我爸爸就带我去再买更多的邓丽君的专辑，是真正的邓丽君的歌曲。对。然后你也很快就学会邓丽君的歌。对。那学其他的歌呢？他又没有那么聪明，我跟他做演唱会就知道，我叫他唱，不管是邓丽君呢、粤语啊、日文啊、英文啊，他都很快会学会。但是叫他学其他的歌呢，他又很慢。拥抱爱啊，对啊，又要帮他翻译，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记得钟老师怎么会
跟你认识，就是你第一个在内地的经纪人。就是大家都有听说过，就是我有在泰国有干妈，对，叫陈美花，就是她是我爸爸妈妈的朋友，做生意认识的，后来我爸爸妈妈就说我女儿会唱中文歌，你刚好是中国人，你帮我们听一听，对，听到了他们就觉得哎，有味道，有感觉。他也吓了一跳。对，但是我不会说中文，一句都不会。不会啊，然后就到时候他们就是，可以说是传说嘛，又另一边又说又说，就说哎，这个泰国小女孩很奇怪，不会说中文，但是会唱中文歌，对，而且然后传到了，而且只是邓丽君的歌，对，因为我只接触到邓丽君的歌而已，对，然后，对。他们就传到了钟老师，因为他们都是之间都是朋友。后来钟老师就觉得要飞过来，看看听听我是什么样子。是因为是你干妈，因为你想学中文，然后干妈去找这个钟老师看看可不可以帮忙。对，这个很有缘分的，钟老师又特别会飞过来去看你。对吗？特别飞过来会。来看我，然后就说有机会，能把我带到中国去，读书，先去读书，其他目标都没有，主要是先把中文学好。但是你是不怕一个小女孩跑去中国？刚开始也怕，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也刚去世，刚好钟老师见过我爸爸。但是那时候已经生病很严重了，对，然后我爸爸去世了以后我就必须要去中国，因为小妹妹也刚出生，我的妹妹刚出生，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个时候那弟弟也很小啊，弟弟也很小，你是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对，然后妈妈也其实也需要你去照顾，那你为什么一个人敢跑去北京呢？那时候我就觉得抱着梦想去中国，对，没有想会不会成功，你想去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先学好中文，想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意思，是希望想知道歌词里边，对，想把它唱得更好，对对，然后就是我那一个一句中文都不懂，只会唱，就一个人跑去北京，那个时候的生活会不会很痛苦？怎么跟人家沟通？不会沟通。对啊，那时候就用手机翻译或者手语，或者就是比较简单的英文，好像哑巴一样。对，就是这个环境可以说是逼着我，让我学得更快，因为我没办法跟大家沟通，对，刚好在学校里老师也会英文的，还刚好我会一点点英文，那就还比较简单一些，但是确实不太适应，吃的也好，文化也好，对吧，过生活也不太，也完全不一样，对，跟泰国人完全不一样，所以要适应一下。多长时间才适应下来？我觉得半年。那还不错、至少有半年。对啊，对。那个时候很想家，很想家。然后有去那个邓丽君的主题餐厅去唱歌。对。也是钟老师的安排。对，那时候因为学会了一点中文，一定的至少能沟通一点点，比较简单的，对，钟老师他就觉得至少有一个机会，能让我在舞台上表演，对，所以每个星期六都会在那里唱歌。在哪边唱的歌手都是模仿邓丽君的，你怎么去跟他们去拼？本来没有想要去拼还是去比，因为大家对我都很好，
姐姐们对我都很好，因为我中文也不好，而且上台之前又要介绍自己又要说中文，我很害怕说不清楚，大家听不懂又特别尴尬。对，但是就慢慢姐姐就说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照着我去做，这样说，你慢慢说，就会慢慢的，舞台上是这样子，姐姐们是怎么上台，怎么唱，怎么互动，对。那什么一个缘分，你去参加《中国好声音》？那也是很神奇，就是《好声音》也是钟老师那边说你看有一个节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我说有啊，然后在泰国也有这个节目。他说现在在报名，你要不要去报名？我说可以吗？因为刚十六岁，不知道能不能报名，太小。然后钟老师说那就试试呗，对，那就试试，对，然后就报名了，报名了，对，然后去海选。对，和很多人哦。然后就凭一首歌，你就变成，就是全世界的华人都知道。不到那个时候，还不到那个程度，还在可以说是刚开始。很多人都吓一跳，那个时候是唱《千言万语》。千言万语，对啊，大家就觉得哇。对，但是没有被选上，就是因为太像了，他觉得你是做模仿秀。模仿秀。对吗？但是也是一个机会了，就凭着这首歌就让大家知道谁是朗格拉姆。对，其实选的时候选很多歌，也有邓丽君，也没有邓丽君，就要选好，就是大家记下来的影响，是印象是什么。如果你要唱邓丽君的话，你要唱很像的话，那就是另一条路。如果你不唱邓丽君的歌的话，你又是另一条路。所以选歌的时候我是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迷茫，不知道要选什么。但是最后还是选了邓丽君，然后选了《千言万语》这首歌。那个时候我据我知道了，在北京也见过邓丽君帮他写歌的作词人、作曲人，就是左宏元老师跟那个庄奴老师，对，他们不约而同都觉得有点惊讶，听到你的声音，他们也给过你的一些评价，是吧？对，也有的。他们怎么说？这个我自己能说吗？能说，他们因为你只是去把他们讲过的话再讲过来。你不是自己去做出来的吗？庄奴老师说相见恨晚，对，这个我有看过。相见恨晚，我应该很早就认识你。这个必然会超过邓丽君，超过邓丽君不是问题，要唱出你自己，好吗？超过他。好，祝福你。谢谢。那卓老师呢？卓老师就说就是你有这个才华，你要继续努力。对，是的，那你就继续你的努力。对，但是很可惜，就是一个疫情把你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半，是吗？确实，我觉得因为疫情很多职业都会受到影响。对，整个世界，全世界都是。对，然后哪个时候呢，我知道那个北京电视台拍了一个节目，一个纪录片嘛，是不是？就拍你在清迈邓小姐那个住在那个清迈那个酒店，美平酒店。美平酒店。对，然后你去到哪边，你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你的？那个时候我问过钟老师，我说你们，那个，我应该中文不太好表达。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问过钟老师，到底是不是你们是一个编的？对，是假的，是不是演戏？他说那个时候只有十几岁的拉姆，他不可能演得这么好。
对，现在能演了、现在还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开玩笑，对呀、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啊、这就是我喜欢坐的地方吧，嗯，喜欢在这儿看书，这样。怎么了？其实我没想到自己会来一次。我觉得应该很开心的回来了，但是我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嘛，像我家一样吧，就20年了吧，我就感觉很想念他。我就觉得因为有了他，认识了他了，就会有人生变化很大、嗯、从一个在农村的一个小孩、嗯、然后突然就去到国外、嗯、然后又去参加那么大的节目、嗯、让大家听到我的这个歌声、嗯、我就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去参加好声音，我只是觉得我哦，那个时候还没有参加中国好声音，没有没有哦，还没有，先去拍的哦，对因为我也自己也想去，然后你在清迈很远的一个地方，如果从清迈去你的家要多远？至少有300-400公里。哇，那个时候你又没有去过这个酒店？没有没有，都没有去过清迈。哦，因为除了在家里，我哪里都没有去过，因为跟外婆在一起生活，然后我爸爸妈妈都在曼谷。嗯嗯工作嗯嗯、然后我初中来到了曼谷，虽然来到了曼谷，但是也没有去哪里、嗯、一直在上学。那为什么会觉得哪个是你的地方？你好像是说、嗯、好像跟你说是我曾经来过，这个是我的地方，然后就哭哭到一塌糊涂。那个我觉得那时候我回去看自己的纪录片，我都觉得，嗯，你说错了。嗯，说错什么？说错了这种要表达的这个。你本来是想表达什么？我本来想表达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感觉到它。嗯。因为你不知道啊，我从小就有那种第六感。嗯。第六感就是会感觉到别人感觉不到的。对，嗯、然后我就感觉到悲伤。我就感觉到那个时候我只想到就是这是一个人的人生的最后一天的地方。嗯，我听你的干妈美华她跟我讲过、嗯、也跟一个因为她所以我认识兰格拉姆，她叫王娟，她就曾经跟我讲过、她说有一个片段，但是她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他说拉姆可以看到 一辆车的颜色，他就说这一辆车是我坐过的，而这辆车也是邓丽君坐过的。有这个事吗？他说你小时候讲的。我有时候小时候我都不记得。嗯，对，是吧？确实真的不记得这个有这件事情。这个有点神奇。当然你说朗格拉姆是不是转世没有人知道，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诶，我自己都不记得自己说什么。对呀、啊、小时候。对呀、啊、我说了吗？然后钟老师也好，他的干妈也好，也曾经找过好几个不同的所谓的大师去看过，然后他们说有可能是吧，有这个可能。因为我是基督教，所以我不太信哦、这些东西啊、对，有找人算过，也许对吧？有中国方面啊、嗯，泰国也好啊，对。包括去洛杉矶算命，有一个、嗯、有一个师傅阿詹，对对对，也是这样讲。那当然讲是一回事，是不是真的？没有人可以考究，因为不会有人知道，可能只有邓小姐知道。
对对吗？所以这个也很奇怪。那兰卡拉姆这个名字是怎么出来的？这个很难念呢、啊。我跟每一人讲，但是说啊，叫什么？再来一次。就是啊。你叫什么来着？就是啊。兰卡拉姆是西藏那边的名字，然后也是去洛杉矶的那个师，我们叫师母。佛母。我们叫佛母，不好意思。我们叫佛母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就是比较好的，就是有福气的这样。但是我作为是基督教呢，我就觉得在我心中，佛母是我崇拜的一位老师，对，所以我就把这个名字收下来，然后就把这个名字用成这个艺名，对，是的，是的。曾经讲过。兰卡拉姆在这边有一个艺名，当初出来的时候叫邓丽英，有这个事情吗？这个是我中文老师帮我起的。哦，曾经真的以前老师就觉得，哎，你这么爱唱邓丽君的歌的话，你泰文的小名叫英啊，对啊，这个英就老师就说，那我就叫你这样吧。我就说确定吗？对，就是比较对，老师帮我起的而已。所以我认识兰卡拉姆也是一个缘分呐、啊，就跟他在香港做了三个演唱会，都算是成功了，我觉得。但是因为疫情，就搞到拉姆的生活都有点问题。对，生活也好，心理健康还有。身体的健康也都会被对我曾经上次跟你做个访谈，也跟你讲过关于就是很多很多你的粉丝都讲，哎，减肥啦，减肥啦。来，我看到了，我逼他了，现在他真的有一点点进步了。对，这个减肥不是一两个月三个月就能搞定，因为我觉得这是长期的健康的安排，至少也要一年有很大的变化。现在可能是小变化，大家看不太出来，但是我知道自己在变化。但是现在我是偷偷减肥，我没有告诉大家我在减肥，因为我觉得压力会很大，大家在希望盼望的那种，对，所以大家就当我什么都没做。到时候再见就行了。对啊，因为我有一个打算就是在香港帮拉姆做了三个演唱会，然后我记得第一次在香港的嘉宾谢雷哥哥啊，我发觉好像跟真的邓丽君在一起演唱，让我回味二三十年前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像时间都停留在那个地方，我发觉他很厉害，所以呢，这个是邓丽君走了以后呢，很多模仿他的这个。小邓丽君很多，以我个人的感觉，她是唱的最像的。我希望他能够在泰国跟兰卡拉姆做一个演唱会，因为谢哥年纪也大了，我跟他讲，哎，你要不要来泰国啊？你怕不怕太辛苦啊？他说，有这个考虑的余地，那你不如在这里跟谢哥讲一下。谢哥你好，我是拉姆，好久不见，确实真的好久不见。因为那一次我们见面是我第一个演唱会在香港，您是我的嘉宾，那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谢您的邀请，我邀请您过来当嘉宾，真的非常感谢。然后我就觉得这么长时间没有跟您见面，而且也想让您来到我的家乡，来跟泰国的观众朋友们见面，然后跟我一起
开演唱会，您觉得想不想来啊？当然会啊，这个是我的荣幸，难得跟你再次的合作，希望这个机会赶快来。哇，谢谢，谢谢雷哥，我很感动，再次，欢迎谢雷哥来到泰国。那我想到上次来泰国是什么时候呢？哇，差不多有30几年了，哎，我也是在等看有没有人邀请我再去唱歌。不过这次呢，你能够邀请我去，哎，很开心，希望很快就有机会跟大家，哎，泰国的朋友再次见面。啊，希望能够再次的跟合作，我们有很多合唱的歌可以唱给大家听。哇，你这么久都没有来泰国啊？哎呀，泰国的朋友们大家都很想念你，所以这一次你一定要来哈。那是一定的啦。不过泰国的朋友是不是喜欢我去？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我去的话，就在这边，哎，告诉我，我一定飞过去。来，谢哥，就这样决定了，就等你过来了，就是看看我们这边的场地。对，就因为这个安排到什么时候？对呀、啊，这个疫情之后呢、每一个地方找场地都很困难。我都希望台湾的朋友、中国的朋友、泰国的朋友、香港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都可以过来。对，因为这个是第一次。第一次。对，到底有没有第二次都不知道。对。对，因为现在做一个演唱会真的很困难，而且谢哥年纪也大了，因为我相信我邀请他，他会优先考虑，但是因为，他去年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手术，所以身体就没有以前，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一样了，年龄大了就比较出国就比较麻烦。是的，对吗？所以说，大家不能错过。那如果这个演唱会能做得成，你会给观众看什么？唱什么歌？我觉得可以唱很多不同的语言的歌，因为大家都是各地过来。对啊，可以有唱闽南语啊、泰语啊、中文啊、粤语啊。对，也可能唱日语啊，有很多语言可以唱。音乐是无分界限。对，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少有那种老歌演唱会。所以我觉得在泰国，很多泰国人他们就是很想念，想听到这些歌曲。对对，这些歌曲都是永恒的。对啊，尤其是不同的年纪去演绎这些歌曲，都有不同的感觉。对，对吧？是的，是的。所以我们都很期待这个演唱会，到底当谢雷遇上这个泰国邓丽君，有什么啊？有什么这个东西跑出来？对，对吗？对，主要是谢雷哥他年轻的时候，也跟邓丽君小姐唱过歌，对，也拍过电影，对对，所以我也觉得是我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人生当中可以说你追一个明星的话，你见过这么多他身边的人，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那好了，讲完这个演唱会了，拉姆以后你自己又有什么一个想法，或者是你的未来是怎么样呢？我的未来，我还是往唱歌的方面去，主要现在呢，先把我的减肥讲好啊，这是一个目标。没有一个太大的必要去，影响你的身体去减肥。对，因为但是要变得更健康，对对对对，又瘦下来。对，当然观众是希望一个健康的兰格拉姆。如果他真的瘦起来了，就身体不好，我想大家都，因为大家来是听他的唱歌，不是听就看。当然外表是也是很重要，非常重要。对对，是但是尽量吧。对，因为我最近可以说身体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照顾好自己，所以身体就不太好，所以要去调整，这个健康的方面。20多岁身体都不好了，怎么搞？对，怎么搞？就是晚上不睡觉，熬夜。对，不行啊。对，然后吃夜宵，对。这个更不行。对，这是以前
五年前、四年前的一直是不好的生活习惯。大家也应该懂，我们就是演艺圈的人都是下午起来，晚上工作，然后夜里，然后熬到早上再睡觉，都是一直这样反复反复，然后呢，身体就适应了那种不好的生活习惯，所以现在，都在调整。但是我在减肥的时候就没有公开，因为我就觉得，会有太大的压力，因为大家在盼望嘛。但是这个减肥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减好，因为我也不是一两个月就吃胖成这样子。对，所以我希望我给自己的安排的时间比较长，也许一年呢再继续做，把自己变得更健康。对，是的。那希望2025就等待你跟谢哥的演唱会，对，也等待新一个新的朗格拉姆再出来，看看是怎么样的感觉，好不好？期待。好的，好的，期待。谢谢拉姆，加油，谢谢叔叔，OK， 谢谢，拜拜，拜拜。